助育师这个制度也是我进了这个产业以后，我才发现说，哎，那国外在数亿的部分哈，它是把它放的跟园艺跟农艺是一样重要。其实数亿的部分呢，对国外他们来讲，他们是比较跟这个都市的森林去结合。可是我们对于都市的种树呢，我们都没有专家。那这个执照你考上以后，可以在32个国家都可以通用。